而随着国民政府迁台的外省移民，又在台湾注入了更多中国不同省份的饮食风格。承袭麻辣风味的红烧牛肉面，启迪了台湾人的味觉探索领域。除了红烧牛肉面外，还有强调手工拉面口感的牛肉拉面。台湾俨然成为牛肉面的美食竞技场。